随便你来吧，可能的心。哎呀，这一首哈，这个看有点难度。修蛋姐，这个可以的，可以，有点难度。有点难度。人家点歌都一定说有难度。对啊，不然会说。可以尽量安排看看啦，因为很久没听过。那我们先喝唱一首。好，待会我们就结束之后到屋顶喝个两瓶海尼根。不是，先喝两瓶，不是啦。 你这种点也是先喝两瓶再到屋顶，哦，这样很危险。<笑>好，来安排这一首经典的对唱歌曲，由我们最帅的俊哥来屋顶喝海尼根，这样没有自助式行销，帮海尼根广告。 当灰雾很深刻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睡梦中被吵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？我悄悄关上门。 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的浪漫样的默契，用天线，还是爱。 这一份力量，全都停止。爱开始逐渐。
第一次那个时候可以一定让他上来上来。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都会比较紧张、啊。第一次都比较不习惯。对啊。也没有默契。给鬼家的，没错没错，你们现场。